欢迎来到电影试片室。六十年代的著名新浪法国导演 Jean-Luc Godard 当时被革命浪潮影响，改变电影作风。这段历史被拍成喜剧，今天为大家点评《敬畏》Godard Mon Amour。以下电影画面由 Cohen Media 提供。1968年的五月，法国新浪导演 Jean-Luc Godard 在拍完一系列受广大观众群欢迎的喜剧之后，当时感觉需要改变戏路，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，拍摄了一部名为《中国姑娘 La Chinoise》的影片，但是影片并没有被影评或观众接受。当时夹在法国年轻人想要改变社会的革命中， Godard 对当时的现状不满，在事业上寻求突破也失败，将自己的不愉快心态转嫁到年轻演员妻子 Anne 的身上，朋友被他气走，只有 Anne 留在他身边忍耐。电影从 Anne 的角度透视这段不平等婚姻， Godard 当时也对 Anne 在他选角色时给予批评并表示不满，给两人的关系造成压力。而 Godard 在戏中也没有珍惜妻子对自己的爱，反而给他多番限制。导演表示拍摄过程必须考量如何让观众接受他的全套性格。 Even if he's not likable, he decided something and he's doing it against everything and against everyone. In a way, it's heroic. And one of the challenges of the movie was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someone with such a negative points and to keep the empathy for him. So he has also some very funny and touching and some positive parts. 这部电影的法国导演 Michel Hazanavicius 在七年前凭着默片 The Artist 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，并是电影试片室的年度最佳影片。之前他拍摄喜剧之后改编剧种的一部影片票房失败，也似乎和名导演 Godard 在事业的这个阶段相似。导演认为和 Godard 不同之处是，当影迷来告诉他喜欢他之前拍过的喜剧时，导演比较能够接受，并不排斥这些赞赏。电影采用了不少带有实验手法拍摄的镜头，例如在戏中改变镜头的颜色和给演员的画中画上字幕等，这些都显示了导演的大胆尝试。敬畏 Godard Mon Amour 叫人对导演带勇气的大胆拍摄手法感到钦佩，值得赞赏，满分5分钟得4分。